戊戌狗年，抱着猫，因为生肖没有猫。狗狗今年很高兴，因为有了官府猫。马爸爸携官府猫给各位拜年了。狗年到了，也别忘了惜猫啊。狗年到了，照例官府博物馆门口都摆上两个生肖啊。今天这两个白犬啊，瓷器的白犬，青花点眼的白犬，是乾隆宫廷时期的宫廷犬，跟郎世宁为乾隆皇帝画的十骏犬图上的狗是一模一样的，它跟苍水球非常的像。那么这样一对白色的瓷雕犬呢，在全世界目前只发现这一对，在官府博物馆里啊，狗年给大家隆重展出。同时我们做了一个，看见了吧，这是铜的啊。我猫猫有点不高兴啊，看见铜狗了它就不那么高兴啊。我们这个狗马上就会预售啊，你们关注我们就会知道预售的信息了。